改善语言失速可以怎么做？想要说话改善语言失速的情况，建议在说话的时候可以。我的当然是加入停顿点，可是话语当中停顿点停错了，听起来就很尴尬。停又不能停错啊。月经常挂在天上，下雨对不对？天月经常挂在天，你说这就差很多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